那跟我一样。那这要不要两包？包你啊。谢小姐一包，咱买买买，老弟，安尼好啊。过来买啥？来啊，来咯，好啊，你几块给起啦？我来讲啊，今仔我边买有几十粒未？三百，五十粒，二十粒啊？五十，我无抓。你若当时买，我会当把你给来，因为我一个嘛，石小姐姐把我顶龙心，二月五号要来给。你买一包两包，我会当把你给啦。对啊，你看当时买了，我会当把你给。你记得你来讲。你要一包两包拢无要紧，那你同时要来就好啊！我甲你载啦。你看袂无？那袂我即摆甲你讲。三哥，你几包拢无要紧，你拢买两箱。二十粒是大粒还是细粒？五十粒未啊？啊，你二十粒。二十粒几条？我介绍者。二十粒后尾差不多啦，后尾就多一斤。你敢要买几只？其实你当情况嘛，即摆袂输起啦。你睇无？袂输起啊！这二十粒的小红蛋包卖五百、四百、两百了。来两百啊！一百块哩，两百块哩，一百好食。两百。一百好食，两百块哩，有人要来无？啊，你一包你看当时要来，你来讲。五十粒的，一包你当时要来。一百几百，四百。你拢大，你拢卖免讲，一包两包，你拢卖免讲。下礼拜外紧。啊，你先好跑的，下礼拜啊不，社头也是四包。四包。四包啊！多一个真正好定良心的呢。来，我来讲。这包是含落去80%的鸡块，这应该你拢知影，我拢四包卖三百，吼，你听我讲。我今仔日边卖边回馈，边卖边回馈，你菜头粿一件是几包？你是叫什么种的菜头粿？一包十块吗？十块。一包一箱25包，我后壁有的，我后壁炸龙心的，我后壁炸龙心的。我一家拢炸龙心，是讲你后尾坐嘛是一定啦，有当时你来就肯定袂了。你别我再来介绍，啊，这你听我讲哦，含肉率80%的鸡块哦，你听好哦。鸡块。哦，我边卖边回馈哦，恁这条天恁来，咱甘心哦。来，要吃的鸡块，叫恁介绍卖去，斤两三四五，六十八个俩，先给钱哦，一百了。一百块，一百块。一百。一百啊！这是不能给一百啊！一百啊！这没有再卖100的哦，一百啊！这种冷包别霸我哟。现在回馈有大家吃哦，欢喜。一百啊！多少一百四啊！多少无？这价格都不要计哦，这种冷包霸我，直接回馈哦，你好，感谢你支持啊，好啊。过来要吃啥？菜头粿一个啊？头粿。菜头粿过来换头粿。哎，最后鸡块上面最后两包100的，这真正拢袂百五哦，我是真正真心回馈给你们哦，真心回馈给你们哦，哦，只有天天来，咱来甘心嘛。啊，这里边这边来无？啊，伊要阿爸玩，我用微信个，我帮你搞看，我怎收个？阿爸玩个。啊，这里边菜头粿无？萝卜糕这一包百五，两包三百，三包四包，四百块对无？我来讲。这一包十袋，这包一定足侪人过来学落啊！哦，唔是这条尔，逐条拢人咧学落，200了。拿着啊，姐！我菜头粿，两份的啊，菜头粿，两份分开的。菜头粿贵啊，赶紧。两份，哎，一个啊。菜头粿贵了没有？这一包50块，你绝对买无超好食的菜头粿，我无爱好笑的啊。这只要你教会袂了，对啊，你欢喜的啦。一包够你200。够了没有？200，萝卜糕。吃好嘛，真正好吃啊！有啊，你家人要买100哦，你买袂过买100嘛，我记啦。来一包。100块，100了要试吃下无？拢有啊，好来。好在我来也收者，至少我连买都怕得，好啊，真正你要处理，你该处理。啊，你要食鸡腿无？我鸡腿啊，一斤老鸡腿10啊，一斤咩啊？一包啊！一包无啊，有位人给你啊，一包了。来，姐，这个还是要拿去带，拿个收了。来，上面写那个陶德吧。上掉了，大你等下啦。吹吹就装好些啊，阿姐我来讲啊。阿姐我来啊。阿刚后边拢讲。阿姐听我讲哦，这包是蒜泥陶德吧？你像阮大讲话，等下吹吹了，这种正比目鱼。
这用这个嘛做好吃，这拢吃吃。这一包金盘，这一斤真正两百块，这一包金盘就三百，这两包就六百。我阿公，你都用这个，这价比上唔免六百，两百了。两百块而已，两百块俩。来，各位，你算你的，我两百块俩。鳕鱼头刀，这个来做真光的，叫你保鲜的啦，叫你保鲜的啦，两百块买来无？这咱普通只就袂正济啦，这价比上两百块够买只三斤鳕鱼，两百块俩。来，够拿买来无？两包，拢有啊吼！啊，这你卖无？这蒜泥做好食呢。你看人家买着来买三包，啊是你要买一包，等去煎看卖无？一包了。哎，一包啊！你若毋捌买过这物件，你买一百块，这正比出来，你卖还了一百块呢。哎，一百块。拢有啊吼，过来是。过来过来买啥？你买只蚵仔丸无？蚵仔贵无？白青啊！我来讲，我有白青，我今仔煮煮个啦。白青啊！我来讲嘛，不要你送嘛，不要你送嘛。很老的啦，我拢试吃袂无吧，无要紧啦。你那我恁欢喜啦，你那我恁欢喜啦。贵家来了，我来接接了，贵小莫个。我来接接了，我阁无闲啊，你那简单单纯了。别走。来啊，我来讲嘛，其他几年啊，其他几年啊，这白青只那边拢冬季前，你搞袂拢知啊，这种试吃无吧，会晒熟啊，来。今天你要吃白青的，来冰箱去啦，先加钱五百啦。来五百啊，五百，你只要加五百，哦，我讲真的，今天要回馈你呢，你就要加买挂，真正，哦，来，今天你搞买五百白青啊，先加钱，先买五百，我来分几只。哎，五百。这白青白咁样子，来五百，再买一个五百三。这现在上甜啊，冰箱去啦。来，你要做嘛？两个呀，五百块好吃，我最后一个真正，我这真正拢卖四只五百，我无把你骗你哦。我今日做会到，我尽量回馈哦。五百，啊，是两分钱，这个三百嘛，我见很老啊，三百。三百，这要不要啦？来三百，这里面哦，真正无你安尼卖啦，这白手一只一百，你是要对咩白手呢？要不要？我招生，过两面来嘛，三百。三百，我三百，我谁都是个。还有人要吗？靠呀！你看你这是一只啦，你是啊，你一只，你毛你是多？去走啦！好啦，对对。一只啊，带你出一只啊，唔使。三包过来两个。三包。预备好，预备好。预备好，三包了。一只一只，想摸一丢个。当然烧，当然烧。把车子也别车一下。两壶。我包一下。那是。两壶。你明天还没车吗？看你家妈在这里。啊对哦。哎，那个叫什么？哎呀，龙大酒吧我做的。那龙大酒吧你做？你是要压？你啊。那能听过？来啊，你买龙胆石斑当去吃啊。今天放假上好啊。边啊，干你落去。想跑来啊？对啦。来啊，恁这来，闭嘴。哎，套就一七八八八一千块呢啊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吃龙胆石斑嘛，当个猪咪色通吃吃啊。龙胆石斑，啊，我两三个来拢有抢的，真的，一手来摸摸瞧瞧。龙胆石斑，猪咪色通了哦。龙胆石斑水无？刚才吃了五百块，餐厅煮好才五百。来，要吃龙胆石斑，紧的哦。总共就吃两三个，四个人去。我今日阁继续做你呢，我后无来陪，阁继续做你。来，四个，你食一届，你保证你会调，你一个人找我，三百块唔免啦，两百了。两百块上，你食两百了。两百。你食紧买买，两百块。来，这两百一包，无你卖两百，紧买买。两百。一个号你，两百块嘞。两百啊。最后就两百了。两百啊。最后就两百，上一个。两百。来，走吧。上。啊！这真正今仔拢上我哩，要食啥哩？恁讲看今仔日哦，看今仔日刮刮哦，今仔买买啊，要买啥？钱要钱的。我今天有带够吗？我没出掉的，抢光光了。我有带，我有带，每天都有带，单单都有上。那房价一块还有？现在停产停售，估计把成本快上高。啊，你唔鸡腿？哪边我卖鸡啊？鸡腿啊，鸡腿。这样，来点够没？我也是没鸡腿。对呀，你鸡腿是怎么种？你不用钱，你多少五百收钱吧？五百块我一个买了，我会去头前去啦。买三个，你多少只五百了？这台要来，这拢无钱的啦，这台是 XL 上大台，这台要来啊，五百。三个，头前去买了，我绝对，我绝对，我买几多啦？我连几多啊？
五百块有点多吧？很多鱼，不要再鱼。五百块有点多了吧？五百。哎，五百啊！啊，靠腰啊！你们几多啦？慢慢去，慢慢放掉啦。飞机有啥物啊？无，甲刘老师飞机去，叫我杀杀的啦。飞机了，五斤啊，五斤去啊！我来讲五斤，我想要先卖啦。我来讲我即届进这个五斤当然来啊，好，要求我食有够好食，足 Q 的啦，五斤来啊。啊，你边我伊啊边老皮啊，嘿啦。阿姊啊，你听我讲，这包五斤你肯定食好吗？伊这号是眷村的老卤牛筋，这打特别少的哦。你等下甲煮面甲南梅炒菜甲南梅拢好食，迄牛筋我来讲你唔好学白，迄牛筋有影哪像恁个，一斤个牛筋好食，恁食看嘛，一包啦炒，凊彩炒一菜，一包就二啊五对哇，两包就五百对哇。来，你食牛筋咧卖五百、四百要啦，三百给恁好。三百。你买三百，我一包搁请恁。我来讲，一包牛筋真正有够 Q， 恁大家食看嘛，恁来甲我买三百听好。我一包搁送你，四包给恁，三百了。三百。有人要食牛筋嘛？一斤牛筋好食，三百好俩。三百啊。牛筋。牛筋，有人要吃牛筋吗？来，谢谢。反正这里无人煮，这无人煮，我先把收起来。啊，你要吃这个？你要吃鲑鱼尾不？你加油啊，妹妹！妹妹，你是加鲑鱼尾哦，你炸了不？来，这飞机大只，有人要吃不？这呛水拢无泡的啊！我来保证啊，呛水拢无泡的，哦，拢无洗油啊啥，你食看嘛，足甜的足 Q 的，这八成够。你同人嘛无啊交配钱，你要食飞机的人，别卖三千两千，贵双拢一边四百块，一千块块了。三千啊！三千啊！这是飞机啦，一千块啦。这我可能交做生意的交足多啦。用标语啊！妈的，我那是无印象。哦，是哦。